开力理三，他说一个氢原子的质量，我们叫 M0 好了，一个氢原子质量是 1.67 乘以10的负24次方克，求多少个氢原子聚集起来质量刚好是1公克，那 N 就是1公克它除以一个氢原子的质量 1.67 乘以10的负24，好，那这样的话算一算的话大概多少我们知道这个1除以 1.67 这 0.0 多少呢？8好了，6六七四十二即四，六六三六，四十一，大概是0.006乘以10的24次方，就是6乘以10的多少？24减掉123，三个了有没有算错？这个算错。这个应该是多少？一除以1.67去掉两个零这两个零零这样才对，所以应该是0.6的67421002这样子，所以这应该是0.6了，不是0.06，我算错了，0.6乘以10的24，所以应该是6。乘以10的23次方，所以答案是6.0乘以10的23次方。